假设一个等比级数的首项是4，公比是2，是求前八项的和。一个等比级数前八项的和，所以我们带公式 S8 会等于1减 R 分之 A1 乘上1减 R 的 N 次方。好，或者呢是另外一个公式是什么， R 减1分之 A1 乘上 R 的 N 次方减1。那什么时候要带一减呢？什么时候要带 R 减1？我们就看我们的公比，像我们这边公比是2，2比1大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带后面的这个公式。好，那我们呢把数字带进来，公比是2，所以2减1，而首项呢是4，所以这边首项是4。好，公比的 N 次方，所以2的 N 次，我们要求的是前八项，所以是2的8次。好，再减1，分母2减1就没有了，所以呢就会等于4乘上2的8次方减1。好，那这边4呢我把它写成2的平方。好，所以2的平方乘上括号2的8次方减1。好，那我们分配率乘开就会变成2的10次方减2的2次。好，2的10次方我们都很熟悉，是1024。那2的平方呢是4，所以我们减完之后呢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是1020。